2月14日就快到，想过一个超冧情人节可以点呢？本行就请嚟星之天使陈睿睿同埋最新喜剧演员肥肠扮情侣，送上唔同阶段嘅惊喜情人节冧招。无论你哋系拍紧拖、准备结婚，或者老夫老妻，都啱睇。预祝大家情人节快乐啊！今日情人节咧，我拣咗呢个番碱花送俾我女朋友啊。点解咧？因为我女朋友佢好中意鲜花，佢成日话啲鲜花唔环保啊，又会凋谢，同埋咧要打理好麻烦，所以我就专登拣咗呢个番碱花送俾佢。番碱花有咩好处咧？就系佢仲香过真花啦，同埋万一屋企冇洗干净，都可以摘一块嚟洗手啊嘛。我谂佢好中意。情人節快樂！多謝。這個呢個咧係番碱花嚟嘅。唔該你手。我覺得污糟，所以你要洗手。同埋咧，我雖然買唔起，一個33支都好貴喎。仲有啲咩咧？好愛你。好香啊！中意啊！咁你快啲翻去沖涼，你污糟啊！走啊！今日咧係我哋度過第四個情人節咧，咁我諗住向佢求婚，希望佢中意。彩色喎，七彩啊，七彩，仲有呢个，得啦，蛋糕，仲有俾你中意食嘅嘢我，要食啊，都要食啦，一路喺度食，嗯，咩嚟噶？我想咬昏你啲眼睛，再幫你縫翻。咩嚟噶？你知係咩嚟？解咧？解！哇！咩意思啊？求婚如果不用私家车，还可以租架超靓的伦敦的士。如果想亲友见证，亦都可以租开逢电车或者开逢巴士，将亲友预先匿喺架车度，俾女友惊喜。求婚更是豪一次啦！近年潮兴番碱花，最便宜就980元有交易，一于就买嚟氹下另一半啦。你在哪裡啊？來了很久了。樓下？唉，好吧。幾點啊？你約我去遠山又約我來這裡。現在今天情人節你……我想見你。你看什麼來的？結婚。為什麼我會帶你出去啊？你再看什麼來的？牌啊。你知唔知啊？我哋呢几日会去边啊？呢几日咩去边？去日本。点解啊？咁情人节虽然话结咗婚啫，都要俾惊喜你噶嘛，系咪先？而家去？梗系而家去啦！有冇心理准备？想瞒住另一半安排惊喜旅行，记得要事先找藉口叫对方请定假，仲要知道对方中意观光定系劲食 shopping， 最重要就系知道对方嘅护照放喺边。如果唔系，去到机场都未必出到发啦。如果你系单身嘅，一样有计，记得留意下一条片啦。